我不要一直唱我们原住民的这首，大家一定会唱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知道。我很喜欢卖关子，因为 这些歌真的应该你们都听过，而且很好听哦。有印象吗？可以这样。有印象吗？第一句一定会。我们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与黑。答对了哈，没有奖励耶。好了，明天送你一个那个高阶礼，哎，送你一个那个什么啦？红肉梨。对，你答对，红肉梨再送你一颗。好了好了，真正真正的，你是我的眼，好不好？你猜对了。我们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与黑夜。正确的才能寻找牵住你的手，我们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你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，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心看？大家来到我们美富安，然后也很开心我认识到你们，虽然没有那么深的认识，那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来到这边我再唱更多不一样的歌曲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第一次哈，总是会有那个原住民的歌曲，第二次来我们唱日文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第二次来我们唱一点英文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最快第二次来先给你们唱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大家待会如果说还要在这个地方行走，然后还要聊天的话，然后先帮我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看看旁边的一些动物。就是这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边是一个很大自然的空间，所以呢有些小动物它喜欢出来乘凉，那如果说我们不小心遇到它的时候，不要去打扰它就好了。
这样有听得懂吗？蛇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对对啊。但是我不是说会来哦，我只是先跟你们请预告一下，因为最主要是不要，因为小朋友多，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就是会害怕、会紧张什么的。那但是我有这个义务要告诉你们说，大自然它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待会大家聊天，差不多快到10:30，可不可以帮我把音量慢慢降下来？对，因为附近还有一些邻居，那邻居都大家也都知道，山上都比较早休息。而且我们又处在那个山脚下，所以这边的声音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听得到，好不好？然后第三件事情呢，我一定要感谢你们大家今天来到美富安，然后来看看我们的家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哦。然后下次有空的话，帮我在美富安的网址帮我放几张照片，帮我说一句好话，我就很开心了。赞。对啊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，虽然我太快说，我希望大家明天要回去的时候一路平安，然后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回去要想我哦，一定要哈。我叫阿丽，然后后面那一个穿紫色的那个是我们今天煮菜的小姐，她的名字叫吉瓦斯。吉瓦斯，CIWAS， 吉瓦斯。然后意思是什么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去问他，不要乱教人家，我跟你讲。好，大家慢慢聊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。